圣经新约全书，圣经和合本，马可福音第十六章。这是 Yuli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Yuli 台北，2011年5月，第十六章。过了安息日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，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出太阳的时候，他们来到坟墓那里，彼此说：“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？”那石头原来很大，他们抬头一看，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。他们进了坟墓，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，穿着白袍，就甚惊恐。那少年人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，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。”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，又发抖又惊奇，什么也不告诉人，因为他们害怕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，他却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，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。他们听见耶稣活了，被玛利亚看见，却是不信。这事以后，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，走路的时候，耶稣变了形象，向他们显现。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，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。后来，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他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”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，后来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，证实所传的道。阿们。第十六章完。马可福音完。